Next, we'd like to invite Ms. Vini Aiwani. 多謝主席，我哋獅子山學會聽到好多人嘅要求，加醫養經費，加嗰樣經費，我哋就唔同，我哋淨係要求政府俾一個方法佢哋攞身份證。 呢個方法除咗唔容易之外，最重要係證明到佢哋社會有公平同埋有心榮係香港人。我哋堅持呢個方獲取，我哋堅持呢個獲取身份證嘅方法，係因為香港嘅奇蹟係有非法移民而嚟。我哋獅子山學會個名亦都係非法移民而個奇蹟而嚟。咁我哋點樣試到呢啲非法入境者嘅誠意？ 咁我係一個香港人，我都係女人，所以我係港女，我就最有資格去測試誠意。個獅子山學會個 director 去問我，你覺得你自己係咩人？我同佢講我係香港人，點解呢？我讀小學嗰陣，我考咗 TSA， 上到中學我都考咗 DSE 入大學，呢6個英文字 TSA 同埋 DSE 就係我係香港人嘅原因。 好多人喺度都覺得 TSA 同埋 DSE 好無謂，大家如果有仔女都唔想佢哋考 TSA 同埋 DSE。不過作為港女，我可以同你講，好似男人送花追女仔或者買戒指扣分一樣都係無謂，但係可以表達到佢哋上升為香港人嘅誠意。所以我哋建議所有非法入境者考 DSE 英文。 數學、通識同埋中史全部都合格，咁就表現出誠意啦。咁就可以俾佢哋香港做嘢。咁如果7年內佢哋冇犯事同埋對香港經濟有貢獻，咁就可以攞香港身份證。阿主席，我哋講緊幾百個小朋友，幾百個咋？有邊個可以否認 TSA 同埋 DSE 唔係我哋嘅集體回憶？ 有邊個參與過殘酷同埋荒謬嘅 TSA 同埋 DSE 會否認自己唔係香港人？阿主席，俾個機會佢哋留低啦，唔該。Thank you, Vinnie.